同学，请接着看。次第别行住海刹中啊，第一段的经文，诸佛子，此最中央相水海，名无边妙华光，一现一切菩萨行摩尼床为底，除大莲华，名一切相摩尼王庄严，由世界种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自然宝光明，以一切庄严具为体。这是第一段。说明这一个区域啊，这么一个星系，最中央啊，是以我们自己居住作为中心。这个香水海名无边妙华光啊，这一句里头含义就深了。妙华是说菩萨行啊，这个地区修六度万恨的人很多，发菩提心的人很多，换一句话说，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人多，那他这个环境当然不一样了。看风水的人常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这些发菩提心的人，那什么是菩提心，我们要明了。这个地区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菩提心呢，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生长在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真诚清净平等觉，他们处世待人接物啊，那都是六度万恨啊。这个世界哪有不好的道理呢？啊，这境随心转嘛。真正是有福的人吗？他所住的地方当然是福地啊，所以他先一切菩萨行摩尼王床为底。花的名是以香摩尼言辞花故啊，又是从摩尼底而出生。这些都是比喻啊，都是讲的是相啊，相怎么成的。清凉大师
在《乐法》里头讲的万恨原名之所成啊，海能有花了，故受花名。花依于海，取海底称。啊，譬如这个莲，啊，莲花生在这个池子，那根生在池子底里面呢，啊，这个的这个池子里的莲花，我们就叫它做莲花池。啊，这个池的名字是从花，啊，它里头有莲花，我们叫它做莲花池。这个地方的意思也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之大，啊，境界之广，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由世界种，啊，种前面讲过了，啊，种是什么呢？是许许多多的世界聚集在一起，我们称它做世界种，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星团星系，啊，讲世界呢，那是讲一个星球。啊，一个小星像这个太阳系，啊，我们称一个世界，啊，要称世界种呢，那就是很大很大的星系了。清凉在诸子里面讲，就四上讲呢，宝光圆照啊，啊，这讲种名啊。又法呢，其世界种。正是所含种子，一一皆有大智光明，遍照法界义故啊，性德互言故啊，这几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啊，性德互言，我们要学习的也正是在此地。啊，那么从经文里面我们体会到大乘经里面常讲的身土不二啊，这是指的什么？常寂光土。明心见性，菩萨所居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他的心跟虚空法界融合成一体啊，心融合了，身呢自自然然也融合了。也融成一体了，啊，所以光明遍照啊，啊，光明遍照是什么意思？不起心不动念，身心跟宇宙合而为一；起心动念呢，身心跟宇宙还是合而为一。啊，他的智慧周遍法界，他的德能周遍法界，他的相好。周遍法界，以此智慧德能相好，供养一切众生啊！普贤菩萨了，
不是普通的菩萨，普通菩萨讲布施啊，普贤菩萨讲供养啊，真诚恭敬啊，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我们应当要起如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才真正叫大圆满了。那问呢？我们可不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这是自信本来的样子嘛，自信本具的德性嘛。只可惜我们自己迷失了心。佛教导我们，佛对我们的恩德，就是把我们迷失的那个真相为我们说出来，让我们觉悟啊，原来我们的心德是这样的，具足圆满，我们要不要恢复呢？还要不要去再去搞这个六道轮回呢？再搞什么九法界十法界呢？聪明人，稍稍有智慧的人，当然觉悟，我不再搞了，我要像佛陀，我要像化身菩萨一样，信心执念从这个地方生起来了。经上说的都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等等。普贤菩萨有，毗卢遮那如来有，我们个个人都有啊。毗卢遮那唯心所现的，普贤菩萨也是唯心所现的，华藏世界是自性所现的报土啊。性识所变的，能现所现，能变所变，是一不是二。我们要肯定这个事实真相，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根本。不知道这个根本，不明了这个根本，自己修行正果没有信心，我们凡夫业障深重，怎么能成佛？总是没有不相信自己能成就啊！搞清楚，搞明白了，修行正果是一个正常的事情，一切众生。应当如是啊！佛法里头最难的就是信心，头一关。我们今天修行不能成就，不能认真，阳奉阴违，
什么原因呢？没有信心嘛。实在讲，帮助我们一般凡夫建立信心的，无过于华严经啊。我们在华严经里头奠定坚定的信心啊，在无量寿经里面成就无比的愿力，念佛哪有不往生的，不但往生，品位高超啊，这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其他的那都是鸡毛蒜皮小事，不值得一提啊。尤其是中年以上，我们讲四十五十以上，对于这个方向这个道路要认识清楚啊！加一把劲努力，我们就不再搞轮回了。冤亲债主，我们要发大慈悲心。我成佛，首先度你们。自己没有怨恨心了，心是平静的，忍辱波罗蜜成就啊，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持戒波罗蜜成就了，持戒是破恶。对于冤敌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在一切境缘当中成就自己的德行，大德大能，大智大慈，下面经文这是第二段，是所持世界，先是总举大述，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于中不离，这是先把这个世界的大数给我们说出来，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啊，于中不离，这个中就是这个大莲花当中华藏世界，底下一段呢，这是讲华藏世界叫二十层大刹了，像一栋大楼一样，这个大楼有二十层我们底下都要念到娑婆世界在第十三层呢，这个大世界的教主毗卢遮那佛我们今天讲小世界小世界这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化应化身呐。梵王经上告诉我们，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这个千百亿是数字，
千百亿这个应化身的佛呢，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是应身。奴身呢、是报身呐、毗奴者呢、是法身呐、三身一体啊，一二三，三二一。一再说明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的，所以今天娑婆世界这一个局部啊，你看在这个二十重大刹里面这一个地方呢，有了冲突了，起了争执了，这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器官当中啊，这个身体就是二十层大刹了啊，每一层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各个部位的器官啊，而每一层呢，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在第十三层啊，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面。要是从极乐世界来看娑婆呢，娑婆世界是在东面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区，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很健康，没毛病啊，那个地方的居民都非常和睦融洽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出了麻烦的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啊，整个华藏世界里面的佛菩萨了，都要来帮忙啊。啊，这是当然之理。众生造了罪业，要怎样帮助他？那个罪业要消掉，诸佛菩萨不能够啊违背因果，这是做不到的。好比你的儿女犯了罪了，要不要接受法律制裁呢？要啊，父母再疼爱他，也只能在他接受这个制裁的时候去安慰他，去帮助他，没有办法减轻他的刑罚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佛在一切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要明了因果报应啊，时时刻刻劝导我们，提醒我们断恶修善，一定要知道善有善果，种善因得善果啊！造作恶业一定要受恶报啊！
不但是恶的行为不可以有，恶的念头都不能生啊！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现前这个社会眼看着我们有不可思议的灾难，共业所感，现在这个世界许多有识的人士都明白，共业没有办法避免，所以我们要好好修自己的别业，灾难来了，来了不怕，要想到人有生当然就有死，不必怕死啊。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去，来的时候没有带一样东西来，死的时候一样都带不去，你真正了解这个道理，真正参透了，你现在这个心就清净了，什么都要放下，你不放下你是愚痴，不是说等死的时候再放下，那你的观念错误了。为什么呢？你死也没放下，你还带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走了，带着妄想分别执着你到哪里去了？还是搞六道轮回。如果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万缘放下了，心地清净了，那你死了之后不再轮回了，你就超越六道了。所以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现在就要让身心得自在，心里头一个妄念不生了，心没有压力，身也就没有压力了，现在这个身体还在世间，寿命还没有到，那我们要怎样处理我这个身体呢？学佛菩萨，佛菩萨不是应化在世间吗？我们这个身体也应化在世间，应化在世间为众生服务啊，自己没有了，这个就是现前转业力为愿力，起心动念还有自己，那是业力，业力来受生的，你要受果报啊。念头一转呢，没有自己了，确确实实没有一念是为自己的，念念为一切众生，那是愿力，这就转凡成圣了。业力没有了，轮回就断了，愿力成就了，我的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我的心我的行跟阿弥陀佛也相同，那么你将来到哪里去了？当然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嘛！为什么志同道合？
佛法常讲感应道交啊，我们的心愿解行跟阿弥陀佛相同，感呐、我们真有感，阿弥陀佛当然就有应，自自然然的道理啊。这个是决定生净土。我们这一生的人生与佛法，这个是决定不能够空过。我们看底下经文，这二十重佛刹由下而上，下面范围小，越上越大，范围越大，它这个形状是这样的，这一格大刹了，华藏世界种啊，底是大莲花，莲花是表法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啊。那么这个大莲花是什么呢？是这一个大的佛刹，华藏世界诸佛菩萨累劫所修的菩萨行所成就的。这个刹种如是，其他刹种都不例外啊，所有一切刹种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请看经文，其最下方有世界名最胜光遍照，先把这个世界的名介绍出来。第二句，一切金刚庄严光耀轮为基，这个就是界限，它的边际。第三句，以众宝摩尼花而住，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有尘住坏空啊，它以什么而住的？底下一句是说它的形状，其状呢犹如摩尼宝形，形是形状啊。第五句，一切宝华庄严，庄严云弥覆其上，这是讲这个世界的上空，上空的这个状况啊，弥覆其上。底下一句是佛刹微尘宿世界周匝围绕，这个世界周边的状况。种种安住，种种庄严，这是讲他的状况。最后介绍这个世界的教主，佛号净严力狗灯，这个是二十重大刹了最下面的一种一层。在经文里面
总共啊说了七桩事情。第一桩呢，是把他的名称介绍出来了，啊，名表法的意思，这个世界叫最胜光遍照，啊，最殊胜的光不是太阳，啊，当然更不是月亮。是什么光呢？自性本具般若智光啊！这个世界的里面的人，个个都显现自性般若，啊，换一句话说呢，都是明心见性。从修行人呢来说，这个故土啊，居住的地方。富人居富地嘛，智人居的是智慧的地方啊。你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试问我们还要不要去看风水呢？没有必要了。修福修慧，你所居住的地方自自然然就好，有福有慧呀，啊。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善知识都在南方，善知识居住地方就叫富城，啊，南方象征光明。因为印度跟中国都在北半球，啊，北半球南方是赤道啊，啊，所以象征光明啊，啊，北方是北极，啊，象征黑暗。所以南方是火啊，越往南天气越热，北方是水啊，越往北越寒冷啊，啊，东方是木啊，西方是金啊，中央是土啊，啊，在北半球啊，啊，我们今天在南半球，南半球跟北半球恰好颠倒，啊，在南半球呢，我们往北方去。北方是光明的，啊，北方赤道啊，往南方去越南越寒冷，南方是南极，啊，所以它正好跟北半球啊颠倒，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啊，那么这是象征着光明，所以只要有智慧有福报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不需要选择，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真的是时时是好时，啊，热热是好日，啊，处处是好处啊。啊，人人是好人呢，事事是好事。啊，入这个境界就无障碍的境界了。啊，这就华藏世界。啊，无障碍的境界。
这是真常的，不变的。以一切金刚庄严光耀轮为基，这是讲这个世界的边际。像我们今天讲的星系，我们太阳系，是以太围绕太阳，这许许多多的星球，这么一个团体，有边际。这个边际之外是属于另外一个太阳系的，但是太阳系是小星系，这个小星系又围绕一个大星系转，那个大星系就是银河，银河系，那根据我们这个经上讲呢，银河系这么一个大的星系又围绕着一个更大的星系在运行，这个更大的星系叫娑婆世界，现在科学家还没发现呢。娑婆世界好像是一个整体，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整体的局部，为什么呢？这一个这个娑婆世界，那从前黄念祖老居士讲的，多少个银河系组成的呢？十万亿个，到哪一天，我们这个科学技术在发展，在进步。能够发现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个大的星系，那你就发现了娑婆世界了。这个里头还有小千、中千、大千，很有趣味的。如果发现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团体，这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这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娑婆世界。这是讲它的边际。那我们讲地球，地球有没有边际？有。地球边际是什么？地心引力。地心引力达不到的，那就是地球外面了。我们今天讲外太空了。引力达不到了。那么这一个最深光遍照的世界，以一切金刚庄严光耀轮为基，经上所讲都是表法的意思，金刚是般若，佛经里头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般若智慧，为它的边际。以众宝摩尼花而著，
这个重薄，是信德，唯有信德才是真正的宝啊！自信本具的薄弱，自信本具的淡然，自信本具的相好，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自信本具的 自信本具。化身般若解脱，真的是大圆满啊！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佛在经上常常叹息：“可怜悯者，真的可怜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一生当中有幸遇到佛法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决定不能错过。我们能信能解能生欢喜心，过去无量劫曾经接受过佛菩萨教诲，曾经接受过大乘佛法的熏陶，为什么没成就呢？疏忽了，大意了，没有认真去学那么这一生我们要是跟从前一样不能认真努力学习学习还是大意呢，那这一生又空过了，那再等机会吧等下一次再遇到，下一次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劫，机会很难得了彭济谦居士讲得很好啊，无量劫稀有难逢，这么一次失掉了又要过无量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碰到一次，机缘很难得遇到遇到的人他明白他珍惜他紧紧抓住，这个人成功，这一生解脱了遇到而不知道珍惜，还是随顺烦恼习气，不知道随顺佛陀教诲，肯定他空过了，真的可惜，真的是可怜悯者所以此地的重宝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三宝就是戒定慧三学，文殊菩萨是波罗蜜，普贤菩萨是大愿王这些是众宝摩尼花了，依这个而住心安住在这里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定了五门修学的功课三福六侯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我们的心有没有安住在这上面呢这个心要安住在这上面，你怎么会没有成就呢？你的境界肯定不能讲一天天不一样，肯定月月不相同为什么呢？你真正安住在佛陀教诲里头，你真正不再随顺烦恼习气了
念念不离经论教诲啊，不要搞得太多，太多记不住啊。无论学什么样经教，我始终抓住这五个课本、五个课程，好记啊。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要认真做到，我不去看别人，别人做不到他的事情，我要做到。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我们的戒不要求太高，五戒就好啊。我们的威仪能做到弟子规就不错了，我们都把水平降到最低啊。出家人戒律、沙弥、十戒、24门威仪我都把标准降到最低绝没有很奢侈的要求高境界，没有我们这个标准就是肯定得生净土然后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十一句，前面十句自利，末后一句利他了。我这样做，也希望能影响别人，帮助别人自己肯做，就是劝化众生。不要用言语，我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这个就是自度度他六合跟大众相处他做不到，我要做到他不能跟我活，我要跟他能活他迷，我要觉悟三学戒定慧六度大家晓得，不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普贤十愿，渐渐向上提升了。普贤十愿，那要不多华严，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在华严经里面，我们晓得了，普贤菩萨的心量。不可思议大乘菩萨都不能跟他相比，我们要学普贤菩萨学多少算多少，不能不学这个是依住我们要把心住在哪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高啊！上上根人呢、我们是中下根心凡夫啊，我们要有住我们就住在这个五门功课上然后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五门功课。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我们的本钱有这个条件就肯定能往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